阿伟让婚龄开创新时代的乡亲都可以一起出来联署，那联署到我们的这个舞台前方这边一起来联署我们麦寮工业港改制为云林县国际港商港，底下呢邀请大家一起来。那呢接下来会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说咱等的这区呢是咱的顶头区啦，因为来到咱现场的所有好朋友一定都知道咱的马明山五年潜水咱的吃饭台活动可以说是呢对台北的咱的平溪放天灯啊，还有咱的盐水风炮以及咱的婚林马明山吃饭台是咱台湾元宵节上最重要的三个活动啦今年呢咱的吃饭台活动呢因为天气的关系因为很多乡亲都说哎呀因来到这有看到边啊有一个这个造型很漂亮啊，也有咱十二王爷的花灯都在那里因为天气的关系那里落雨所以咱才会刷过来这边等下咱大家嘛吃饭台也要来那里走走看看来看到咱的马明山咱这个吃饭台活动精心设计的一个活动当然呢咱也感受到咱马明川咱的丁秋秋兰村长还有咱的马明社区发展协会这些咱这些工作人员大家都非常用心规划啦当然也很欢迎大家无受气嫌来到咱马明山家来给咱的吃咱王爷的饭店相信大家都知道吃这个饭店了后呢新的一年大家都会当平安顺心诸事都能够大吉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这吃饭店在这里要来拜托咱所有的乡亲咱的饭店料理准备得非常的澎湃但是呢这一区就是咱的主场家的饭店是要给顶头给顶头所用的因为这家是咱的顶头休困的所在咱都知道顶头出力绕境的时候也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这区是咱的绕境的镇头的饭店区咱等下所有的乡亲呢咱的船长这边特别有准备包括咱的香客大楼包括呢咱的镇安路这都有咱的马明川的村民大家透早就起来煮的饭店也有油饭以外还有油肉炉有很多料理拢总要请大家希望大家来到这都会当吃到平安啦但是这区是咱的顶头区甲大家讲一声来刷落来要来邀请就是咱埔中在地大家拢知影埔中上出名就是花果镇所以呢咱埔中在地特色花鼓镇嘛要特别邀请咱的宝中的大埔花鼓来为咱做。